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好不？不会扣到，扣不？不好扣那个。啊？不下来。那我多少？那就这样好了。三三，不然就是认识他。三二，他后面有加两个斜线。对啊。那如果你上来就有机会，但是没有甩到，哎，甩到了，这个地方，这样够不够到？好像不够，哇，不行，这是一个行动电源，不然就这样推的，推的吗？对啊，我不知道推不推得下去，会不会卡住？看你能不能带出水，它是可以甩，但你不要甩太大力，甩太大力耶。对嘛？对呀。你那今年在短暂。我还想说你甩太大力，就我们家人把它甩出来。对啊，它抽出来了。来尝试球八，哎，没有了。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，哎呦！再回来捏头吗？还是捏脚？捏脚的时候，这有可能会。哎，呵呵。滚出来了！
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铝蛙，铝型青蛙行动电源。它上面写的，它还有 LED 光圈灯电量提示，它基本上就只是一个，就是提示你里面有多少电量。那我们来开箱啦，它这边写原装正品。彩色的提示灯，压一下电量，它就会显示里面有多少电量。它目前有三个，那我们等一下来实际测测看它有没有这个电。那这边 Power Bank 它有写说，它的电量是8800毫安培小时。那是不是真的如它所说的可以有这么大的电量？那可能经过我们实测之后才可以知道。那它这边还可以挂一个手机吊饰，你可以挂一个吊绳。那你就可以拎着你的铝蛙出来。这边就是 USB 充电口，一个大头，一个小头。好，那我们来实际试试看，看它里面的电量到底有没有电。这是它附的充电线。在闪，然后那这边我们手机就看到它有在，实际上它的确有在充电。那它能充多少次，或者是充它的电量到底有多少，我们经过实测之后再跟它。